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九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15年11月16日星期三上午9:30至12:23，地点：本院喉咙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徐委员、淑华等12人，列席委员刘委员、四方等15人，列席官员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等20人，主席由召集委员美女。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蒋委员蒋万安等26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曾明忠等18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徐淑华等17人，委员吕玉玲等20人，委员徐国勇等19人分别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徐淑华等17人拟具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亲民党党团拟具洗钱防治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段宜康等18人拟具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江永昌等18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决议以继续进行逐条审查。二、第二条修正为：本法所称洗钱指下列行为：一、意图掩饰或隐匿特定犯罪所得来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诉而移转或变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饰或隐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质、来源、去向、所在、所有权、处分权或其他权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三、第十条修正为：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疑似犯第14条、第15条之罪之交易，应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其交易未完成者一同。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免除其业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义务。第一项之申报范围、方式、程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工会之意见。前项第7条第4项、第8条第3项及前条第3项之办法，其事务涉司法院者，由司法院会商行政院定之。违反第1项规定及第3项所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四、第12条、第17条、第18条、第22条及第23条均暂版保留。五、保留条文另定期继续审查。宣读完毕。好，现在请问各位委员对上一次的这个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是需要更正的地方？那如果没有，我们议事录就确定。好，那现在我们来介绍列席的官员及在场的委员。首先，我们介绍我们法务部部长邱泰三邱部长，法律事务司钟瑞兰司长，林峰文参事，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吕秘书长，上联及家事厅黄梅月厅长，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吴秀珍副处长，内政部户政司张婉仪司长，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代理组长简信荣简女士，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专门委员许慧清许专门委员，劳动部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朱伯良朱先，财政部赋税署专门委员倪永祖先生。那现在与会的有这个周晨秀霞委员、周春明委员、郭正亮委员、段宜康委员，还有徐玉仁委员、这个林维洲委员、孔文吉委员，还有这个赖世宝委员。张立善委员，还有林德福委员。那我们今天排定的议程是：一、并案审查委员尤美女等48人拟具民法亲属篇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委员徐玉仁等17人拟具民法第1138条及1223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徐玉仁、
委员徐玉仁等十七人拟具民法亲属篇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四、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家事事件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好，那现在我们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首先，我们请这个提案人游美丽委员说明，那是不是请段委员帮忙代理主席？限制提案说明时间吗？要不要限制提案说明时间？五分钟，五分钟可以吗？好，好，我们现在请提案人游美女委员来说明啊。那么每一位的提案人，每一位说明时间五分钟。主席，还有所有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这本院委员游美女哈、陈曼丽、钟孔照等四十八人呢，鉴于现行的民法关于订定婚约及结婚的最低年龄的限制呢，设有男女不同的规定的差别待遇，那有违我国民法呢这2000年所通过的批准的联合国消除对付一切刑事歧视公约第十五条还有十六条的规定。那同时呢，鉴于婚姻呢系属于宪法的制度性的保障的范畴，那以确保基本权利的这个存在跟实现呢，那法律呢不应该单纯的以性别来作为划定保障的一个界限。而且呢，102年的时候呢，国际专家审查两公约初次国家报告所提出的第78、79点的这个结论性意见的时候，还有这个103年国际专家在审查 CEDAW 第二次国家报告所提出的第33点总结意见的时候呢，都指出我国缺乏法律上对于婚姻家庭多元性的认可。所以呢，我们建议呢来，并且呢建议修改民法。所以呢，本席呢在这一次呢所提出的这个民法亲属篇的一个修正呢，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呢对同志的这个权利呢，当然很多人说你到底在急什么？事实上，我们知道说，我们台湾的同志在1958年，他们就在争取他们的婚姻权，所以呢，已经经过了58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来看看说，所有同志的权利，因为我们所有的社会权都是经由婚姻建立的，透过家庭制度而做福利的输送。因此呢，在婚姻没有这个承认他们合法化之前，同志的这些的社会权、婚姻的权利、继承的权利，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而婚姻制度呢，是我国宪法上所保障的制度呢。那婚姻的核心价值，其实它是两个人为营共同生活的目的，那使双方的人格它可以实现跟发展而组成的生活的共同体。所以两个人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结合的关系，在精神上、物质上呢，互相的相互扶持，并且延伸为家庭跟社会的基础，以确保基本权利的存在跟实现。而法律呢，不应该以单纯的以性别来作为划定保障与否的界限。所以呢，本席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民法亲属篇的一个修正的草案。那这次提出的修正草案的特点在于哪里呢？鉴于本席呢在上一届所提的这些的这个法案，以及呢这个郑丽君委员所提的版本里面是去把这个名词改变，但是我们觉得说这样子会挂一漏万，最重要的是应该要把它的精神标出来。所以特别在971条之一在总则的地方去规定说，同性或是异性的婚姻当事人，他们去平等适用夫妻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呢他们的这个父母子女的关系呢，都应该是要平等适用。那怎么样去平等适用？当然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在972条规定说，婚约应该要由这个双方当事人来自由订定，因为现行是规定是要男女，所以把男女去掉，让双方当事人他们自己有来订定。那既然能够双方当事人订定，那当然订定之后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婚姻的关系，所以应该平等的享有婚姻的这个夫妻的权利的义务关系，也应该平等的享有父母子女的关系。那父母子女的关系是经由收养来建立，因此呢在这个第九百这个增订一条呢，就是对父母对这个所谓的就是法院呢他在对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收养被收养认可的时候呢，他不可以有所歧视。那也甚至呢，就是说在这个出养的时候，那出养的媒合的服务者呢，他在做出养评估报告的时候，也不可以因为他的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是性别特质等这个理由呢，而为歧视的一个对待。所以呢，本席呢用这样的一个提纲挈领的方式呢，希望说能够对于所有跟同志有关的这些的权利义务，经由婚姻的合法化，让他们能够享有平等的婚姻家庭的权利，他们享有平等的继承权，享有平等的所有的社会的权利。那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的说明。我们接下来请提案人许玉仁委员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先进，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10月25号，我在国事论坛提出，台湾应该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婚姻平权合法的国家，让同志议题成为亚洲的骄傲。11月17号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民法972条修正案的版本。然后获得了17个跨党派委员的支持，那连同游美女委员还有时代力量的版本，目前我们整个立法院有将近半数的委员表态，现在是时候来讨论婚姻平权这个法案。我再次强调是讨论。那现在这个社会目前对这个争议说，好像我们立法院要快速的黑箱的通过这个法案，我想目前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一个民主的国家有半数的国会议员有觉得有必要性，在这个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来去讨论这一个重要的法案的话，我想这是表示台湾社会进步价值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第二，我的修法的精神是把民法972条里面有关于父母夫妻这个一男一女的称谓，把它改为比较中性的所谓的双亲配偶这样的中性用语。第一个，它不会影响到原有的婚姻制度，也不会破坏所谓的传统家庭的制度，因为这还是维持一个单一配偶制。也就是说，如果将来在这个新的民法的修法的这个过程底下，还是要组成家庭，还是一个单一配偶制的家庭。所以原本异性恋或是原本传统家庭的这个权利和义务，还权利和保障，并没有被摒除在外，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摒除性的条款。那第二，关于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个争议，说为什么不立特别法？在这边我要特别来说明，以立特别法来说，像德国，他用特别同性伴侣法来处理这件事。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因为他只承认同性伴侣，但是他没有承认同性婚姻，所以在德国目前浪费了极大的司法资源在处理官司诉讼。而这些官司诉讼呢，包含了所谓的财产的继承，还有法律上地位的认定，还有这个生死决定的时候，谁能够签署这个权利。那再来的话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修民法这件事情纳入到这次的修法里面？如果说我们用特别法来去处理这次的法案的话，那其实有点像在美国把黑人这个集中到公车的后面那个地方去，把同志设为一个特别的一个族群。我认为台湾的社会已经进步到因人权而平等。那如果说台湾社会现在有这个声音，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理性来讨论呢？那我再次强调，现在是一个讨论的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议题上，没有任何一方是敌人。在这个议题上，每一方都要去了解对方。那关于这个议题上面有几个我想我在这段时间也承蒙这个党团特别的这个支持，开放个别委员说来各自表态。那但是我也接收到很多的团体上面他对这个议题的一些想法和看法，我也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表述。第一个，这个修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一夫多妻、多批人受教这些问题的产生，因为在这个修法精神底下还是承认单一配偶制，所以这些问题完全都不会发生。那第二个，所谓
称谓的问题。那家长说，在学校是不是就不能够用父母啊、夫妻？这也完全是不正确的。因为我再次说明，这不是一个摒除性的法案，就是把同志同婚这个议题纳入到民法里面，跟原本异性恋还有原本相同的这个传统的夫妻原本的家庭的这个规范里面并没有影响。那再来的话是学校的教育应该怎么教？我跟这里跟所有的这个委员先进还有这个媒体朋友报告，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说爱是没有标签的。因为如果你爱的人刚好是同性的话，那么你可以跟他说社会上有另外一种选择，而法律上给予相同的保障。我想这是一个代表台湾社会进步的一个立法，而现在这是我们开始讨论的最好的时刻。我不确定在今天这个法案有没有办法出委员会，但是我坚信开始讨论就是代表台湾社会进步价值的开始。谢谢。好，在下一位这个时代力量党团这个说明之前呢，我们这个有程序发言，有现在已经有登记第八位，我们到9:30登记截止，所以要程序发言的，请尽快到前面来登记哈。好，那下一位我们请时代力量党团代表说明。主席，还有今天出席财政，对不起，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各位委员，今天在这个地方讨论婚姻平权啊的法案，时代力量认为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这个旅程，整个台湾社会已经走了超过30年了。从同志运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仅仅是被边缘化，而且还饱受歧视。经过30多年来的努力，我们非常的高兴啊，看到台湾社会已经走到一个够成熟，而且有勇气啊，面对这样子一个重大的法案的时刻了。从宪法保障每个人婚姻自由的权利，从宪法保障每个人平等的权利。那事实上，我们在实现的都是人生而平等这样子的一个普世啊的价值。但是目前只承认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样子的婚姻制度，却让在这个社会当中许许多多彼此相爱，甚至走完一生的同性伴侣，他们遭受到不合理歧视的对待。像今年台大的教授毕安生老师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他跟他的伴侣携手走过了30年，但是在法律上面，他们却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在去年，当他的伴侣在病痛、在离开人世的时候，不管是在医疗上、在保险上，以及在他伴侣不幸离开人世以后的继承法律关系上，毕老师都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的伴侣一样去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的被排除在外。试想，在我们的宪法所高举保障人权的价值下，台湾的社会还要容忍，还要漠视这样不公平的对待，还要多久？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对于同性婚姻充满了疑虑的朋友在立法院外面抗议，表达反对啊的诉求，这些声音时代力量都听到了，我们也尊重这些朋友发言的权利。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也请这些朋友静下来，冷静的想一想，面对跟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社会
只是因为他的性倾向在相爱的人的选择上跟我们有不同价值的人，我们就把他排除在外，这是爱吗？这是包容吗？这是尊重吗？我知道本院许许多多的委员一定都承受到相当大的压力，面对啊这些压力，时代力量我们选择的是要贯彻我们相信的信念，去实践这个社会在21世纪必须要被实践的价值。那我们对于在整个修法上，我们的主张是除了民法的修正，在第一波的婚姻平权的法律，为了要在程序法上有完整相应啊的配套，才能够真正落实实体法上面所承认的这些权利，所以我们也同步的提出了家事事件法的修正案，那希望能够借由民事实体法以及家事事件法两个法律同时的修正，让这些权利在三读通过了以后，在程序法上能够立即获得实践，而且有救济啊的管道。那至于说就不同法条当中不同立法形式的设计啊跟选择，时代力量保持开放的态度，愿意跟其他党不同的提案来进行啊讨论。我想实践婚姻平权应该是所有的提案大家共同的目标。谢谢。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法务部邱部长报告。程序发言。等一下，我们本部长报告完以后再程序发言。哈。程序优于。对，我们报告是这样啊。没有，先报告完再程序。那现在程序长还在登记中。对。我们就是还没有发言。我们就是等部长跟司法院院长讲完，司法院代表讲完之后，就是程序。程序优先啊，程序优先。大家都已经登记完了。程序优先啊，议事人员。程序发言。程序优先嘛。对吗？程序发言优先。对呀。我们就因为议事规则就是这样。好吧，那程序好，那现在就是程序发言，一个人两分钟。好，那现在第一位，我们请林威。两分钟讲什么？讲完三分钟，三分钟。好，那三分钟，那请大家发言。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依照这个议事规则的第八条的规定，如果你是联署人的话，你不得发表反对原提案的意见，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希望是说，大家在程序发言的时候能够就事论事，不要发表任何歧视或是个人攻击的言论。好，现在我们请第一位林维洲委员发言。今天我们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讨论关于婚姻平权的相关法律的修订，这是一个大事情了哦。我个人哦认为，以现在的氛围，我们很有可能在这个会期，就在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能够对于婚姻平权，让同性的伴侣在法律上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这在同性运动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步。我支持这样子的看法，也支持这样的行动，应该给予他们法律上跟异性恋者一样的得到法律的相关的保障。不过这样的一步到底是要跨多大步，这样的进步我们要付出多少社会对立的代价，这个不是我危言耸听，现在
大家听得到的这些呐喊的声音，是社会上另外的一种声音。我接见过接待过同运团体的拜访，也接待反对这样子修法的团体，跟他们做沟通。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沟通跟讨论。如果就像来拜访我的有一对同性恋者，他们已经交往十年，看得出来非常的相爱，他们想要成为终身的伴侣，也希望得到祝福。爱是需要被祝福的，如果这是爱这么需要被祝福的，我们应该给予祝福。但是我们也要去思考，如果这是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当我们要来祝福他们的时候，当我们要用行动 action， 当我们要来修订法案来保护他们的时候，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混乱跟对立？这个我们要一起去思考的。谢谢。好，那下一位请孔文吉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啊，大家早安。啊，我是代表外面的啊，大概都是我们基督教会、天主教会的团体啊，因为本人是基督徒，那要表示我们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我想，主席大概也知道，今天这个案啊，能够突然的排除到今天呐、啊，我们的立法院的议事日程表几乎是没有列的，啊，本来是不知道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啊今天会排什么，真的果不其然呐、啊，被我们外面的我们沉默的大多数想到了，啊，今天司法法制委员会就有可能排这个，啊，婚姻平权的法案、民法亲属篇的法案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啊。我们社会上呢，都还是有这个很大的忧虑了，啊，就是同性恋的婚姻，啊，我们是不是要讨论它会不会影响到啊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家庭的制度，还有我们的家庭的伦理，还有道德价值跟子女的一个成长？所以我在这边是要提出一个反对啊同性婚姻入法、反对修民法第972条的理由。你把这个男女改成双方，啊，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后面会这个我们的保险的抚恤、财产的继承、亲属跟生殖。虽然今天是只讨论到民法972条，但是将来很多相关的法律都必须要做一个修正，所以我坚决的反对啊，我们同性婚姻呢这个入法，特别是入到民法，将消耗我们国家的庞大资源，而且仓促推动呢引起社会的争议跟内耗。目前欧洲的人权法院呢还没有针对这个同性婚姻的法案啊做成一个决定啊，为什么我们台湾要那么仓促的决定呢？我再引据一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啊，在2014年6月26号的时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一个保障家庭的一个决议啊，他们反对多元成家。这个决议是讲第一个，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的自然基本单位，它的主要责任是提供儿童快乐、被爱跟被理解的成长环境。第二个，唯有传统家庭才能够提供儿童的幸福成长，获得必要的保护与协助。第三，国家应该制定强化以家庭为中心的政策。这个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在2014年的时候认为传统家庭这个制度还是要维系的。所以我在这边恳请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沉默的大多数啊，这些人都很少走上街头的，我们的教会不分什么教派全部都坐在那里，已经来了立法院好几次，拜托我们立法院能够贴近民意，多听一下我们啊这些抗议者的声音，他们都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以本席在这里刚才提出了一个案，是不是能够我们先召开30场的公听会啊，跟我们社会大众对话，
我们再来讨论。好，谢谢。好，下一位，请许淑华委员发言。主席，各位我们立法院的同事跟媒体，大家早。我想从2006年萧美琴委员她提出了同性婚姻的草案，到现在已经走了10年了哈。这10年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同志的团体、同志的家属非常的期待，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通过法案。可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修正的是民法。那民法呢，如果按照我们各委员提出来版本，其实它是一部大法，它所修正的不只是对我们家庭伦理，它其实影响很大。那我认为我们身为一位立法委员，要讨论一个这么重要的法案，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更充裕的时间。那包括呢，我建议一定要召开公听会，请听社会大众的意见。虽然我听到很多的委员说，在第八届会期的时候已经针对这个法案已经有开过公听会，可事实上我不晓得届期不连续是不是公听会也是不连续。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出的这个以由美女招委您提出的版本当中，其实你的条文当中也有在增加，所以增加的条文当中呢，我觉得跟上一次如果在第八届的2场或3场的公听会，事实上内容还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觉得有必要，我们要为20年、30年、50年的未来负责，我们更应该要更加的谨慎。我们希望让社会大众都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那么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我们的委员会当中，我们得到更多的结论，来作为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参考的价值啊。那我想，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帮助社会共同来对话这样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场的没有一位委员，我们反对应该要给予同志应该有的保障。但是大家在疑虑的是，这部大法它修了之后，接下来有很多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所以我们不能让这么样的仓促的要进入逐条来审查哈。尤其法务部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提出一个版本啊。那不管是说我们据之前法务部所得到的是比较倾向我们说专法也好，特别法也好，那这个我们都希望得到法务部更这个更完整的一个答案。那同时呢，我们希望今天呢，我们是处理到这个大体的讨论，那么我们不进入逐条，我们应该要召开公听会之后呢，我们再来进入实质的一个审查，我觉得会比较不让这个社会大众呢造成这么多的这个冲突哈。那另外我要在这边特别的提醒所有的委员啊，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不应该强推啊，不管是一例一休或者是日本的福岛的食品，强推的结果呢，我们现在还在上演当中历历在目的就是造成更多的对立，同时呢就是吃筋动破袜。如果说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委员，我们真的关心同志的权益的话，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争取到权益的话，我希望我们不要冒着在院会被封杀的风险。我觉得联署是一回事情，但是到了院会真正要表态的时候，我要请问民进党的委员，你们有多少区域的委员你们会赞成呢？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民法当中，不是只有在有委员在个人委员当中，我们只能够选择 yes or no。 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空间，我们可以共同的去讨论，是不是我们可以我等一下会提出一个临时的动议，我希望能够请民进的请这个法务部也能够去制定一个专法。我个人也希望我们从这个空间彼此找到我们可以共存的，可以互相都接受的，而不是现在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是非题，我们只能够在这个中间来做选择。我希望我们每一位的委员能够支持，我们不希望看到社会这么多的对立，外面竟然现在有这么多人在抗议，不是说我们害怕抗议，而是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我们会制造更多的对立而已。我们希望的是好好的讨论事情，我们希望可以帮所有的同志得到他们应该有的权利，但是毕竟我再重申，这个民法它是牵一发动全身，我们更应该要谨慎，务必要召开公听会，我们再来审查。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赖世宝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先进，我们今天审这么重要的一个案子哦。我觉得今天要讲程序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周全，
我们爱同志，要为同志争取权利，不要害了他们。现在的政府，现在社会难道不够乱吗？一例一休还没搞定，有人躺下来昏倒了，有人受伤了。日本福灾的食品已经流血冲突了，这个社会还不够乱吗？人家说执政当家的不闹事，我们的当家是天天闹事。今天这个案子有这么急吗？我们都知道台湾人非常的善良，彼此相爱，可是常常因为政治人物从中间为了挑拨离间，让我们的社会陷于这个不安。外面这么多人就是不安。我跟各位报告，我是捍卫家庭价值的，但是我也爱同志，因为我有亲人，我一个很亲的亲人，他的儿子就嫁给他的男朋友。我再讲一遍，我的亲人，他的儿子嫁给他的男朋友。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支持强推这个案子的委员们，你有多少？你家里有同志？我家里有同志。他们呢，生活在一起，生活得很好。我也没有听到这一位，算是我的晚辈，他的先生，他穿婚纱，他的先生说一定要赶快推这个推这个，因为家庭都接纳了。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真正有在争取同志这些我们他的一个权利吗？如果真的要争取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循序渐进？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23个国家有同性婚姻，其中有21个国家都不是一步到位，没有像我们现在要一步到位的直接修民法，没有的，都是循序渐进，先来一个同性伴侣法，再来往前，就看看社会的反应怎么样，看看社会能不能接受。我们社会需要对话，不需要太多的对立刺激。现在目前这样子强推就是刺激，这样的强推就是对立。刚才有委员提出来说开30场的公听会，有人笑出来。各位，按照福灾食品3天开10场，各位乘以3啊，9天就开完了，公听会难道不需要吗？难道不需要让2兆的人更多的对话？所以我们这里提的程序问题，各位可以看一看法务部的说帖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里面动议法啊、牵力法动全身要修，不是只有民法相关的，你法律总共修112个法规，总共356个法条，关于夫妻、关于父母、关于祖父母，通通要修，修的就是112个法规，356条的法条。各位，我再讲一遍，不是就今天修了，就要修112条的法条、法规，356条的法条。所以，我的很语重心长的，我希望这个法为同志争取权益，不要走到一例一休，不要走到日本福灾食品的覆辙，让社会增加更大的动乱。我们的社会是有爱心的，我们的社会是和谐的。我的很亲的家人，他的儿子嫁给他的男朋友，就在1年多前成婚。我目睹那一幕，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家庭就是爱，但是我更爱这个家庭价值。这里面动一法啊，牵人生啊啊，牵一法啊，动全身，这个知识体大诉求就是，请我们司法委员会做个决议，召开公听会，让更多人的人对话，否则这个社会只是更加的不安而已。谢谢。下一位，我们请黄昭顺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其实站在这里有一点点沉重。我想刚才
赖世宝委员讲，他爱同事，也爱他爱家庭，也爱同志。我要重复再讲一次，我爱同志，但是我更爱家庭的核心价值。我有帮许益仁委员联署，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这件事当中做非常大的一个挣扎，也就是我在同志婚姻办理这件事，我想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支持他，但是我们在支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破坏我们原先家庭的核心价值的存在。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份报纸，我自己觉得，我想我们可能必须用更严肃的状况来面对这件事。那我也看到法务部跟这个司法院的报告里面，我想他们讲的都提得非常非常的广。我看到法务部并没有在这件事当中很清楚的表态。我想这件事所牵涉的层面非常的广，而这个广的当中，执政团队的法务部跟司法院应该要有他们的版本。我们从这个会期一直以来，所有重大的法案的改变，几乎行政院都会跳空没有了，然后我们自己提了一些条文在这里做修正。我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我必须重申，台大教授跳楼的那一天，其实我看到那个新闻，我也感触万千。但是我今天看到一段，也是我们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唐凤祥讲的一段话，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我们参考，在整个我们法案修正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先后顺序以及我们的时间点要选在什么时间。我把唐凤讲的话，唐凤跟办理有民事契约，这就是名分，这是唐凤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今天讲的话。所以我想我支持这么重大的法案必须要有公听会，行政院自己的团队必须要有法案出来，然后我们希望我们一步一步的到位，我们希望能不能够从同志婚姻办理这个部分先着手，而不是动这么大的一部法。我想民法的修正是何其的重大，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开几场公听会再来做我们所有的决定。以上，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林德福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想现在啊，外面大概有10000多人，我相信主席是非常的清楚啊，而且这些人他们为什么那么关心？我想主要就是针对我们今天司法法制委员会，尤其这个本来是上个礼拜五应该要公布这个礼拜的整个议程。但是啊，一直到礼拜二啊，这个才知道说啊，礼拜四就是要排民法亲属篇部分条文的修正，就是同志婚姻合法化以及同性婚姻平权这样的一个案子。那我想本会的同仁啊，当然啊，这个正反的意见啊，大家看法不一致，但是是确实是有冲击到整个婚姻的制度，尤其家庭啊核心的一个价值哦，那包括这个父母子女的关系、家庭伦理哦、道德价值与国家永续发展，我想这个是真的知识体大哦。那本席当然认为说应该多召开一些公听会哦，而且不能草率，像刚刚包括一些委员他们有提到的说循序渐进，其实这个我还蛮认同的，因为最近这几天我想我办公室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甚至于很多很多的传真资料哦，给我做参考。那其实他们一直认为说，这个关系到全台湾2300万人，甚至于关系到我们整个下一代啊，未子生养等等哦。那
我认为说其实多办一些公听会，每个县市最少一场，因为我所了解上一届啊，针对这样的一个法案只有办一次的公听会，那很多人讲实在话对这个法案真的是一知半解。那站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我们不能几位委员啊就这样很草率的就把它做一个决定一个处理，认为应该要广泛的让大家来讨论，甚至于啊更神圣的还要办公投哦。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并不是说主席你排了案子，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就是针对这个案子，我们一定在这个案子以前我们一定有一些探讨的空间哦，大家一定要有一些看法，然后针对这个案子知识体大哦。那刚刚有委员建议说循序渐进，我倒蛮认同的哦，不要一步到位哦，毕竟啊这个很多欧美的国家他们的想法思维跟我们，他们可能比较前卫，但是啊我认为循序渐进哦，我们也尊重这些同志，我们绝对不是反对他，但是循序渐进我认为是最佳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认为还是每个县市最少要办一场的公听会，甚至于啊还要办公投等等哦，我认为我们这个很审慎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法案哦。那等一下也要请请我们这个法务部邱部长啊，让他也表达说他对这个法案的看法，甚至于啊他应该要怎么做哦，这个能够让大家比较能够就是各方面能够接受。以上，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许玉仁委员发言。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想我的立场还是蛮一致的啦，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社会有讨论这个问题的需求，那的确我们国会需要去回应。那刚刚有提出几个我想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大家关心而且担心的，就是说到底这个婚姻平权是不是就等于承认多元家庭，那我想这是不能画上等号的，这是不对的齁。因为就像我刚刚说到了，修法的基础还是在保障单一配偶制，这跟多元家庭或者是多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关，所以我想这部分必须要去厘清。那第二个是说刚刚几个委员提到的，然后其实这个民间声音也有反映到，就是说要修改民法这个重大的这部大法，是不是可以是不是牵一发动全身，那我想这个是有讨论的必要齁。当我在丢出这个民法修正案的时候，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效果是让所有国会议员、所有的立法院还有甚至于政府部门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我在这个阶段提出来呢？原因是过去同志议题经常到选举的时候被政治操作，每次一到选举 always 这些同志的议题一定是分两边站，而当今我们有一个新的国会，所以为什么不能够在这国会里面好好的来讨论呢？那所谓讨论的话，是我们到底要一个一步到位的法案，还是要循序渐进？我觉得这个有讨论的空间，那也有召开公听会的必要性还有需求。那的确外面的抗议声音是非常的大，那这几天我也承受非常大的压力齁。那能不能够让社会能够有一个互相理解而且互相对话的这个机会？我刚刚提到说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一边去倾听另外一边的声音，那其实目前以我来看两边是不对话的，那如果召开这些公听会可以让两边开始有对话，那我觉得是重要的。但是前提是这一点我要去强烈的要求法务部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时间表而且有一个表态，因为在过去我想在这个模棱两可政府也一直没有官方的版本出来的情况底下，我们一直看不到这个事情有处理的态度和进度。各位都知道我们台湾的选举每两年一次，所以很快的我们又要开始选举了，一到选举这个事情又不了了之，我想这不是一个国家在处理这一个
需要被讨论议题的一个重要态度。所以我要谈的是说，有讨论的空间，有讨论的必要，但是我们法务部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政府的态度是什么？然后有没有办法明确的定出时间表？我想这个是重要的。那最后我想提的是，我们现在的蔡英文总统在选举前对这个事情去表态说支持同志，那我想要请问一下，目前他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以他这样子，就是说每个事情都可以深入到执政团队去下命令的话，那这个事情他有没有下命令？那他的时间表是什么？哦，就是说今天我一个反对党的国会议员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法案，我想已经足够的让这件事情往前推进。我希望法务部在这事情上有明确的表态，还有时间表。好，下一位我们请张立善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哦。我想我们常说啊，当家不闹事，但是我们看到从520到现在，我们当家一直在闹事，而且今天要修的所有的民法亲属篇里面的部分条文可以说是动辄观瞻，是知识体大。现在呢，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所有委员提出的版本，就是没有看到法务部的版本。我相信官方也要有所表态，尤其是我们法务部长在之前他曾经说过他支持多元平等的声音，并认为修民法亲属篇呢是相当相当复杂的，这一动呢可以说是啊要修的这个民法亲属篇啊可以说相当的耗费时间了哈。那所以我想看到今天上万名的哦，我想今天来的绝对不是支持的，我们非常清楚他们是反对意见的。那这几天呢，我们每一个服务处也接受到很多很多的陈情，因为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下一代，关心的是未来的家庭跟社会会不会秩序纷乱。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啊针对同性婚姻的法案，我们知道有很多委员啊一再表示支持，但是你想到的会不会只是片面的，只是局部的，只是小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意见？但是我们也同意，如果针对我们同性婚姻法设立一个特别法或是一个专法，而不要利用所有的民法，我想这个的话两边都可以平权，也可以让两边啊都能够有他的尊严。但是今天呢，我相信我们要修这部法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慎重，因为从民法亲属篇当中啊，继承篇当中举凡相关条文定有什么男女夫妻父母这些性别的用语，如果给它改成配偶双亲，我想这不仅啊与我国亲属伦理有悖，我们今天非常担心的也就是我们未来对孩子的教育，包括整个家庭的秩序混乱。所以我相信今天唯有能够让社会共识，能够让每一个乡亲百姓可以充分表达他的意见，我们在这里慎重的提出一定要多多举办公听会，而且公听会不能非常草率，绝对要让多数的人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要举办公听会，你可以充分表达你的意见。我们现在希望不要只有蔡英文总统的意见而没有民意。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整个执政团队已经背离民意，离民意越来越远。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呼吁啊，我们希望不止我们官方要有版本，那我们所有的委员呢能够站在听取民意的基层上面来多多举办公听会，让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充分表达。我要求啊，至少每一个县市要办理公听会，立法院也要办理公听会，至少30场以上的公听会，让大家充分表达。甚至刚刚林德福委员说的，也不惜啊要办理公投，让大家充分来表达。我觉得啊，这才能够普及我们所有民众大家的声音。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廖国栋委员发言。主席，部长，各位委员，今天我们谈论的民法972这样的一个修正案，是一次非常严肃的革命性的一个提案，它冲击的是家庭的革命，冲击的是既有社会的革命，冲击的是人际关系的革命。当这么多的委员刚刚一一的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之后，我不晓得部长心里面有什么感想没有？这么大的，牵扯的是整个社会的翻转，牵扯的是每一个人的传统价值，这样的时候，居然行政院没有院板，居然行政院没有院板，这很奇怪，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政院，非常不负责任的行政院。最近民进党执政上台之后，很多的提案都没有行政院板，我们觉得非常讶异。那么今天我们再退回来看，今天的提案有没有民进党版本？没有。有没有国民党的版本？没有。有没有新民党？有没有时代力量的版本？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所以我退一步来讲，这个是牵扯到每一个人，这么严肃的议题，我们绝对不能仓促的进入所谓的实质审查。我呼吁我们的公听会至少30场是我们党团的立场，要多多的对话。同时公投也是我们支持的方案。现在在济南路上的20000个同胞齐声的呼吁，希望能够透过公投，它的立论基础非常简单，因为这个牵涉到每一个人，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表态，不能只有在立法院，而且又是仓促的想要实质审查，这个都不是一个面对问题的一个解决的方法。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委员会有人能够提案，今天可以进行对话，可以进行询答，请不要进入实质的审查，因为有太多的意见必须要被宣泄，有太多的人还在宣泄中。如果我们不让这些宣泄的这个语言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耳里面，进入到我们的修法的精神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偏颇的，会是一个偏颇的。好，现在程序登记的委员程序发言都已经完毕哈。那这里有几点要澄清的。第一个，刚刚是林德福委员说这个会议通知是礼拜二才通知，是礼拜一通知的，这有会议记录可以记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各个党团这对这个版本的提出呢，我们看到时代力量是用党团的名义所提出的，那国民党跟民进党呢都尊重各个委员的提案哈，所以是个别由委员来提出。好，那现在呢有3份呢这个程序的这个提案，那是不是请宣读程序提案？提案 A， 关于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同志婚姻合法化及同性婚姻平权议案，冲击到婚姻制度、父母子女关系、家庭伦理、道德价值与国家永续发展，姿势体大，原建请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开10场公听会，并于各县市举办1场公听会，听取专家学者及民众的意见，取得最大共识后，再予以审查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提案人周陈秀霞、许淑华、林维洲、林德福。B， 关于同性婚姻的议题已经在台湾社会延烧很长的时间，
正反双方都透过自己的方式表达意见，不论是赞成或反对，都应该被聆听、被重视、被讨论。原件请审查民法同性伴侣法制化的问题，应该召开公听会聆听不同的意见，并请法务部研究制定专法。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提案人许淑华，联署人林维洲、林德福。 C 针对本次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委员会议预审查一并案审查，一委员尤美女等四八人拟具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委员徐玉仁等十七人拟具民法第1138条及第1223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徐玉仁等十七人拟具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四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本院委员孔文吉等人鉴于本次法案审查片面修正我国民法亲属编，其已让同志取得合法婚姻关系之认可一案，然而事项修正迄今仍尚未获至台湾社会绝大多数共识，且相关配套法令并未同时俱进检讨，本日会议若贸然处置，将对我国现有之夫妻婚姻制度以及未来对下一代的家庭教育、男或女之生理及心理正确认知造成不可预期之巨大影响。欧美先进各国对于同志婚姻及考量其未来可能对孩子的收养或是争取代理孕母权利等相关议题，政府无不都慎重处置。原建议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在台湾社会针对前述议题尚未消弭或获至社会绝大多数人所支持前，针对本日会议议程，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应先行召开三十场公听会后再择其处理。提案人林维洲、林德福、许淑华、孔文吉、张立善、赖世宝、黄昭顺。宣读完毕。好，那现在就是三份的程序发程序提案呢，都是希望说能够再召开公听会。的确呢，就是这个婚姻平权，就是同志的婚姻平权的这个议题呢，在我们社会上其实真的是纷纷扰扰相当的多年。那同志呢，争取他的同志的婚姻的权利，其实呢，从1958年就已经有女同志他到公证处呢去要求公证结婚，当然你也知道那个结果一定是被驳回的。后来呢，在1968年的时候，徐家威也这个男同志呢也到公证处去要求能够公证结婚，当然也是被驳回的。所以呢，那后来秦家威呢他也到我们的立法院来请愿，希望呢能够立法，但是也都断于而归。他也到法院去告，也败诉，也到大法官会去申请解释，也被不受理。所以呢，这一路走来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颠簸。那在这个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在2000年在总统府的人权咨询委员会曾经提出了基本人权法，在里面呢明白的揭示，就是每一个人他任何人呢他都有权利去组织家庭的权利以及收养子女的权利。当然非常遗憾，在总统府人权委员会所拟的人权基本法是没有办法出了行政院的大门。到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的萧美琴委员在第六届的时候提出了这个同志婚姻法，但是非常遗憾被国民党挡在程序委员会外，所以连复委的机会都没有。那非常高兴本席所提的这个民法亲属篇的修正，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在三届提出来的时候能够通过程序委员会，经过院会而复委到司法法制委员会。所以呢，在司法法制委员会我们举办过三次的公听会，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的4月14号2012年的12月26号举办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及伴侣权益法制化的公听会，这是我们委员会正式的公听会。那同时呢，在这个2014年的10月15号也举办了第二次的用平等的心把每一个人涌入宪法的怀抱同性婚姻及同志收养议题的公听会。
那同时呢，也经由我们的立法委员郑丽君、林淑芬、段宜康、陈其迈、游美女、萧美琴等各个委员共同在2013年的11月19号，也举办过台湾人权之路与同性婚姻入华的公听会。所以这个议题不是没有讨论过，事实上呢，在本委员会已经举办过3次正式的公听会。那法务部，我先请尊重主席，我把它讲完好吗？那在法务部呢，也在2012年的4月14号也举办过正式的同性伴侣法制专家咨询会议。那在2013年的8月15号也举办台湾同性婚姻法制化的调查研究的焦点座谈。在2013年的8月15号，台湾同性婚姻法制化之调查研究焦点座谈，这3场呢，也都是由法务部呢这个他所举办的。那其实呢这个所办的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呢，不只是这些，我们来看看。在整个举办公听会里面呢，其实除了这个以外，在民间的模拟宪法法庭也针对同志婚姻呢，也做过一个跟宪法法庭完全一样的，有15位模拟的大法官，然后有这个原告、被告，然后有专家、鉴定人等等，一个非常慎重的模拟宪法法庭呢，也办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让大家呢来表达意见的机会。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民间各个专业团体，包括台湾法学会，包括台大法学院法律学民事法学中心，也包括这个台北律师公会，也包括妇女薪资基金会等等，这些的专业团体也一再的办理各种的公听会。那同时呢，民间团体伴侣们也在全国巡回到各个县市去办理这样的一个说明会，所以对于这个议题并不是没有讨论过，也不是一个新的议题。那我们在所有三个党所提出的这3个版本提出去之后，其实它也都公开在网络上，那所有的人都可以拿得到。那法务部呢，其实从去年也就一直法务部呢在上一届也就委托专家学者去对这个做所谓的专案的研究，那在今年也一样委托专家学者也在做这所谓的同性伴侣法的研究，甚至焦点座谈。所以这些所有的议题并不是没有讨论，但是我们来看看所有的公听会，在我们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所有的公听会里面在讨论的，大家会看到所有的内容都是 yes or no， 而没有在真的没几乎没有在针对我们的法应该怎么样来定，才能够来保障这些同志的权利。所以今天即使再开30场、50场、100场，仍然是 yes or no 的这样的一个争论。那 yes or no 这样的一个争论呢，其实这个护家们也提出了公投这样的一个申请案，也在上一届的时候也经由这个我们的中央选举委员会非常慎重的去办了这个所谓的公投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会。那结果呢，在这个说明会这个审查会，那在审查会呢是被驳回的。所以人权的问题是不能够用公投的。那公听会如果大家的立场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用公听会来解决的。所以在怎么样开公听会，它其实只是延缓时间。说实在的，同志已经等待了半个世纪，你还要同志等多久？那我们也看到同志的小孩，很多人说同志怎么有可能生小孩，外国是承认同志婚姻的，承认人工生殖法。不需要，我们不需要讲那么多了。那我拜托我把话讲。你不能一直讲下去，我们尊重你。好，那是你哦。再一分钟，对不对？你不能一直讲啊。所以同志的小孩已经要等着上小学了。我们台湾是一个所谓的人权立国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这些无辜的孩子
仍然是个黑孩子。同志的声音大家听到了没？所以呢，本席个人的意见是觉得没有必要再开公听会，但是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还是要由各个委员来决定，所以我们现在开放各个委员是不是表达要不要开公听会。主席啊，因为哦，届期不延续，上一届你不管召开什么公听会啦，其他什么会，我认为说我们尊重你，但是你在这个会期你来排这个法案，那我们很多委员要求说一定要去召开公听会，广纳各界的意见看法，最后还要请法务部他们来提一些看法等等，我认为这个实在是应该走这样的程序，因为这个知识体大，我们哦不能草率哦。那你说把上一届提的法案跟这一届，我认为不是全然相同，甚至于还有一些委员新的提案等等，对不对？那你不能说上一届有办，然后就用上一届来抵这一届。你也上一届也做过委员，你也很清楚，届期不延续，对不对？那既然届期不延续，我们应该要广纳大家的看法意见，对不对？而且那么多委员也都认为说，应该要多办公听会，听听大家的看法跟意见，对不对？所以说，我认为说，不是哦，你主观意识讲的这样就算。委员，谢谢。好，郑明忠委员。好，谢谢主席。基本上我非常赞成啊，婚姻平权。啊，你也提到一再主张这是人权，我也尊重。那你刚刚讲那么长的时间里面，特别提到了过去开了那么多场的公听会，都是正反两面意见。但是我非常赞成我们林德伟讲借其不细审。但是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到底华部也好，或者是提案的委员也好，有没有做过冲击评估？因为整个家庭建立在台湾社会也好，在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里也好，有它就有的一套规范跟历史的价值。那有没有这么多有不同意见？那开了公听会，那到底有没有做过冲击评估？尤其现在整个社会对这个议题有非常大的不同意见了，所以我认为不只是开公听会，必须做一道很完整的冲击评估以后才来后续的审查，这第一点。第二点报告，其实国外的发展趋势，23个国家现在同志合法婚姻里边，23个国家里边呢，21个国家是专案立法，那我们这次一次就要到位，就要修民法，如同法务部的意见，冲击会非常大，冲击现有的法令制度非常大，所以我是建议啊，主席还能够听取大家意见再做决定，谢谢。那许淑华委员，好，谢谢主席啊。我针对刚刚主席说明的，我有几点的反驳哦。第一点，公听会绝对不是形式。如果我们今天要把公听会办得像日本的食品一样，这个就叫做形式。但是呢，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刚刚说了，在2012年、2013年、2014年曾经办过3场的公听会，请问一下。我们本委员会除了招委之外有谁参加？今天是在我们司法委员审，除了届期不延续之外，我相信公听会必然有它的必要性，绝对不是说只是各讲各话。就算是各讲各话，本委员会我们也有立场，每一个委员第九届都是新的，我们必须要倾听各方的意见，作为我们未来参考的依据啊。再来，过去也从来没有讨论过专法啊，这次如果有机会让我们共同讨论专法的话，就不会是那么单纯的只是 yes or no， 所以这一点，所以我们会提嘛。另外我们请法务部提嘛，那么仓促排出这个版本，我要请教一下尤昭伟，他是在礼拜二、礼拜三才公布今天要排这个法嘛，是不是？第二点，个人委员提出的版本不代表就是党版的立场，再来也不是代表我们委员会的意见。所以如果我们昭伟，您刚刚讲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公听会叫做是意识形态的审查，那主席，你这个才叫做意识形态的裁决。
好不好？我拜托一下，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公听会绝对有它的必要性。不是说我们要捍卫单一个立场的意见，只是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必须让多方表达。最重要的是，第九届的委员从来没有参与过公听会，要必须让我们倾听大家的意见，我们才能够做裁决。今天这个议题要在委员会讨论，不是我们十几个委员就能够决定的。要让我们决定出不出委员会，我们更应该谨慎。所以拜托招委。公听会是必然要召开的，至于要召开几场，我们当然大家可以来讨论啊，谢谢。好，段委员。这个主席各位主席各位同仁啊，刚才一直坐着聆听各位同仁的高见啊，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啊，当然每一位发言的同仁啊，可能程度各自不同，但是刚才提出程序发言的同仁啊，那么我大概感觉上除了国民党的徐仁委员之外，其他的委员大概我的感觉其实并没有真正希望这个法通过，修法通过。段委员你不要乱讲哦，这是我的感觉，好，请你要尊重我的发言，每一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觉。如果我们在这边发言连自己的感受都不能讲的话，我们未免这个委员会的发言规则也太严厉了吧。每一次的公听会，这个问题没有是非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价值的选择。如果是价值的选择，他要怎么妥协呢？如果是价值的选择，即便你觉得自己讲的再有道理，支持婚姻平权的发言有办法感动现在在暨南路，刚才我们好几位委员讲说有上万人在那边，他们有可能是因为30场的公听会就改变态度吗？我不觉得，尤其是牵涉到他们所相信的，他们的神告诉他们的，无论他们的神是哪一个神，他会因为凡人的举办的30场、300场公听会就改变，他们有可能半夜神来敲门告诉他说你必须要走上街头来反对吗？或者他们的牧者告诉他们，替他们转达神的声音，告诉他们必须要上街头。这样的公听会其实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让争议扩大，然后不断的社会不断的两边不断的动员，然后不断的冲突。这不是一个说理的过程，这是一个撕裂社会的过程，让撕裂社会的时间拖长，大家被自己的想象吓坏了，大家想象说如果这个法通过之后，女生厕所有一个自认为是女生的男生跑进来上厕所，我们对他无可奈何，大家对自己的想象说这法通过之后就会乱伦合法，就会有人受教，大家被自己的想象吓坏了。当一个法真正修改通过之后，大家才会恍然觉得知道没有那么可怕，它只是让某一些人跟我们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利，它没有改变我们的家庭，我的小孩也不会叫我不叫爸爸，开始叫我叫双亲之一或者双亲之二，会这样吗？当然不会啊。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把立法当作我们的职责的机关，我们有没有试着在面对法案的时候，当我们的发言有没有真正了解这个修法的内容，或者在煽动偏见？这是今天我最在意的。我们了解了法案的内容吗？我们说这个修法破坏家庭制度是这样吗？因为你们的法律，这个法律修改之后，我们的家庭制度就被破坏了，你的家庭就不再是家庭了，你的小孩不再叫你爸爸，不再叫你妈妈了，是这样吗？
我请各位扪心自问，提出来的理由只是反对的借口，在程序上面的拖延只是反对的借口，只是让反对者有机会一次又一次的动员，这个动员的结果让赞成的那一方也会开始动员，这才叫撕裂社会。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好，因为我们因为反对这个法律，无论是你基于宗教的信仰，或者各位刚才所讲的中华文化，我不晓得是哪个理由，但是要让社会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我反对就这个题目再举行公听会，谢谢。好，那现在那个这个林德福委员又提出了一个提案，是不是宣读这个提案？提案D，有鉴于同性婚姻法制化之议题，社会仍存有正反不同意见，建请本日会议议案仅进行询答为止及结束，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林德福、徐淑华。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先休息哈，然后我们大家协商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那我们首先来处理这个程序的问题哈。三张程序的。那这 A、B、C 案呢，全部都是说要召开公听会，然后再审理哈。那现在呢，我们因为大家的协商的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所以我们现在用表决哈。那请问，现在看先清点人数好吗？在场委员有十人哈。是十人，不止吧？在场有十人，那没有包括我。好，在场委员十人，那不包括主席哈。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这个投票哈。那赞成先开公听会，然后再审议的，请举手。一二三四哈，好，四票。那反对先开公听会的，请举手。一二三四，四票。啊，五票哈，还有这个他的手提的很厉害。那五票，那这样子我们就多数哈，所以我们就继续开就是今天继续审议哈。好，那现在我们程序继续进行。等一下，那这个，那另外一个提案呢，就是林德虎委员的提案哈，他就是希望是说，在这个议案询答完毕之后要，就是要即结束哈。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要表决？这个不用表决。这也是要先处理嘛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今一个就是说赞成林德福委员的，就是说今天只有询答的，请举手。好，三四票，好 ，OK。那反对的请举手。一样，一二三四五，五票，哈。好，那这样子，我们今天就是一直到把议案审查完毕为止。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现在请法务部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今天奉邀到贵委员会来就这个大院呢由委员美女呢等48人拟具的民法亲属篇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及徐委员玉人等17人拟具的民法第1138条及1223条条文的修正草案，还有这个徐委员玉人等17人所拟具的民法亲属篇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还有时代力量党团所拟具的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及时代力量所拟具的家事事件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呢代表本部呢列席报告。那仅将呢本部的意见报告如下敬请指教。那这个报告呢大概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有关呢这个上述所提的这些法案里面呢有两部分，那特别是在游委员、徐委员还有时代力量党团所提案将同性婚姻或同性收养纳入民法的规范，那本部呢基本上呢是我们是肯定那委员的用心良苦，那针对社会各界呢对于婚姻平权议题的这个讨论呢，那法务部呢在理念上我们是支持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这样的一个权利，那我们也支持对于这个多元平等这样的一个价值。那在整个这个修法的这个态度上呢，那当然我们呢是会审慎的根据各界修法的可能呢，那对于婚姻平权法治的这个多元意见呢，那我们呢会倾听讨论以沟通，那至来落实多元平等这样的一个价值为目的。那至于任何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修法，它会因为它的范围大小跟它的
这个复杂性，所以呢，我们认为需要有相关这样的一个配套，同时来做这样的一个考量。那就提案的内容呢来做比较呢，那游远的版本呢也有以概括的法条呢平等适用夫妻及父母子女权利义务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徐委员的版本跟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呢，是全面的来变更民法性别的用语，那将夫妻、父母、祖父母改为配偶、双方、双亲或两亲等直系血亲尊亲属。那时代力量党团的家事事件法提案呢，并且配合这个相关的这个性别这样的用语的修正。那第二个呢，游远的版本呢，还就这个同性婚姻的亲子关系排除适用民法第1063条婚生这样的一个推定的规定。那徐远的版本呢，也将第1063条夫妻的用语改为配偶。那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呢，则未修正，他没有修正民法第1063条。那第三个呢，游远的版本呢，跟徐远的版本呢，增订了收养这个反歧视条款，那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就没有这样类似的规定。那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修法呢，那基本上呢，因为民法它涉及性别的用语呢，那我们法务部认为不宜全面的把它移除啊，不宜全面的把它移除。那特别是在这个民法呢，它的法律呢具有一个普遍性，那为了要保障同性恋者的这样的一个婚姻权利呢，那如果将传统民法亲属篇跟继承篇男女夫妻父母这样的一个两性用语，如果来把它全面移除的话，那恐怕会因在这个有男有女跟夫妻有夫有妻这样的一个社会多数的现象呢，那可能会牵连到其他的法律呢，那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立法上普遍性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呢除了民法以外呢，还有其他的法律呢，它有夫妻父母这样的用语，那是否一并的配合修正，这个也应该要一并的考量啊，也同时要给予考量。那第二个就是说游远的版本在增订971条之一，虽然没有将父母、夫妻、祖父母的性别用语给予全面的移除，不过他所谓的平等适用这样的一个用语呢，那是在现行的体例上呢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用语。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大概在法律的这个用语上面呢，就关于如何来这个适用呢，那大概有几个用语。第一个是适用，第二个是准用，第三个叫类推适用。那基本上大概过去都是用这样的一个用语。那用平等适用呢，那这个是在过去用语上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呢可能也要给予斟酌来确认它的这个明确性啊，明确性。那第三个呢，那个现行的民法呢还有不适用在同性婚姻或者是需要深入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啊，譬如说应该要排除适用的呢，比如像有人有提到的婚生的推定，那或者是呢989条990条关于怀胎这样的一个定义的规定。那另外呢，那个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平等适用的这样的一个用语呢，那在其他的包括1063条呢，是不是也有适用呢？那这个也都是我们在修法的时候要一并给予做这样的一个考量。那另外还有尚待这个深入讨论的呢，譬如说就收养，那收养这个呢，基本上呢，虽然其他国家也有相关类似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在我国呢，社会各界呢就有支持跟反对者。那简单来看，支持的人他有几个理由，他认为基于民法这个以儿童权利公约收养应以被收养的儿童的最佳利益作为优先考量，那至于收养人的性倾向呢，并不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因素。那第二个，心理学家也表示，收养的评估呢应该在于照顾者的能力、态度是否有功能上的健全，所以不管是不是是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或者是单身，或者是移民家庭，都不应该以形式上来判断他是不是符合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最佳利益，那应该要回到家庭的功能性来做完整性的评估。那支持者还有第三个，他们认为国外研究的实证资料显示，同性伴侣所养育的
这样的一个子女呢，在性别认同、性别角色跟性取向的偏好跟认知功能上，跟其他的家庭的养育的子女并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差异。那这是支持者的论点。那反对者呢，他又认为说呢，被收养人可能面临到性别角色跟定义上的混乱啊，定义上这样的一个混乱，可能会把双亲作为榜样而影响到所谓的性别认同跟人格发展啊，以及角色的定位，所以他们认为不利于子女的成长。那第二个理由是说，在对这个同性恋者接受度不足的社会现状下，认可同性伴侣的收养呢，可能会使子女呢他被放在一个可预期会承受许多来自学校同侪负面压力的环境，那对子女是不公平的。那第三个反对的理由是说，国外虽然有实证的研究，但是呢，它的样本的比例跟不准确呢，也备受质疑。加上目前在亚洲地区呢，没有跟我国呢没有所谓的实证资料，那是不是能够融合呢？那这个有待来做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检验。那所以这也是有关收养的部分呢，尚待大家的讨论。那当然抚养也是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在其他的法律因为它是以民法基本上的用语作为它这个立法这样的一个依据，所以呢显然呢对其他的法律也会产生一些必要这样的一个调整跟配套。特别是我们大概整理出来采用夫妻、父母，包括祖父母这样的一个用语的法律呢，大概有112条，那涉及的条文有356条，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必须要去做配套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啊，配套这样的一个考量。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大概比较在我国比较特殊的法律呢，像《祭祀工业条例》，那各位大概都知道，《祭祀工业条例》呢，它基本上是在一个宗教制度的制度底下，以男性这样的一个祖孙作为他这样的一个规范。那如果将来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呢，可能也必须要去做配套的这样的一个考量。那除了这个以外，各位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户籍法也是以民法作为这样的一个基础去做这样的一个身份角色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如果要修法，也一并在户籍法要给予做这样的一个考量。唱歌跳舞，就这个同性婚姻所演的部分所做的报告。那第二个，当然在游委员跟徐委员还有时代力量党团呢，有针对男女最低订婚跟结婚的年龄呢来做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有关于这个部分呢，这个就这个样的一个修正呢，那基本上我们可能也必须要考虑到现行法有关于婚姻自由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相关规定。那在这个大院的司法跟法制委员会在100年间审查法务部的这个提案的时候呢，也有立法委员因为未能达成共识作为这样的一个理由这样的一个理由。那我们现实面来看，根据内政部户政司的统计资料呢，我们在过去这五年呢，这个未满年满16岁但未满18岁结婚的女性人数呢，大概都有大概500多个人哦，100年有508个人。101年有566个人，102年也有575个人，103年有598个人，104年有569个人所以呢，整个在我们的现实的社会上呢，也就是说未满18岁结婚的情形呢，也都每年都有一定的比例一定的比例。那所以呢，有关于这个结婚最低的年龄是不是修正为是个18岁？那我们是认为呢，并不是反对，而是说必须要增订一些例外的条款，以免将来在适用上过度这样的一个严苛了那综上，那本次呢，委员所提有关于同性婚姻跟同性收养的部分呢，那因为涉及这个用语的问题呢，那可能不宜全然的把它移除掉那应该考量民法呢，还有其他可能必须要一并这个配套修法这样的一个。这个部分呢，那所以呢，也需要这个各相关的主管机关呢，他们也要做一些检视相关的法律的影响跟冲击那至于在最低年龄的部分呢，我们建议应该增订这样的一个例外条款呢以避免有一些未满18岁的这个男女呢，他们呢
有结婚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需要，但是呢，法律上又给予这样的一个禁止。那综上所述呢，那法务部呢，在理念上，我们是确实是支持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那我们也支持多元平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念。那我们呢，对于任何这样的一个修法可能呢，我们呢都予以尊重啊，都予以尊重。只是我们要提醒啊，要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好，以上，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先处理会议时间哈。我们今天中午不休息，那我们继续。这没有协商，那下一位，下一位，我们请司法院报告。要召开公听会了。下一位，我们请那个。请司法院吕秘书长报告。不可以。休息，先生。好，现在休息。
有了，预备宣告，来，主席来宣告。好，来靠近一点听，刚刚是休息的，所以先现在继续开，继续开会，然后再宣布休息。好，现在继续开会，那我们休息到1:30，我们下午继续开始哈。